小科学迷们，一起来鲨鱼公园学科学吧！这里有好玩的科学实验、在线课堂、神奇绘本、科学动画。加入营队，走进大自然，体验户外探索。小小鲨课堂，让孩子爱上科学。美丽的海底世界，大自然中很多动物都会发光，一些在森林里发光，还有许多在海底一闪一闪的。这是闪光鱼，闪光鱼的眼底有很大的发光点，它们利用这些发光点去寻找食物，或者远离比它们更大的鱼。这个是水晶水母，水母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水生动物，大多数的水母都是透明的，它的身体外形就像一把透明伞，有时候水母会发出蓝绿色的光。在水母圆圆的身体边缘长有许多波浪状的触角，这些触角可以帮助它们捕捉食物。有一些水母还带有各色的花纹，在蓝色的海洋里，这些游动着的色彩各异的水母显得十分美丽。这个是琵琶鱼，琵琶鱼头部的上方有个像小灯笼似的肉球，小灯笼是琵琶鱼用来有食物的。海底会发光的动物还有很多种，比如发光的贝壳、鳗鱼、带有荧光的珊瑚等等。